们还喜欢刚刚那首歌吗？喜欢哦。等一下，我就我想问一下。好，你问。所以刚那首歌是那个被骗的那个女生的续集。不是，就是另外又是一个、哦、不同人是不是，不同人。身边怎么多可怜的人、啊？对啊，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都是我大学就是、哦、对对对， okay, okay. 班上有一些。大学比较。哪些歌你是写我们的故事的？你说你的故事还是我们？第一首，这三个我们第一首跳进来是我们的故事。我们的故事，我自己的故事哦，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到等一下有吗？等一下对，到后面再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期待一下哦，看他的身世怎么样。对，好，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呢，是一首今天我们比较少数的 cover 歌的作品，那这首歌。就是 cover 歌以外，更特别是它是一首英文歌，英文歌的歌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很少唱英文歌，对，就是我很喜欢听一些国外的乡村或者是美式摇滚的作品，对，但是我一直从来没有去演唱过这些歌曲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英文的发音如果发不好的话，就是会让人家听不懂我到底在唱什么东西。所以等一下如果这首歌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就听不懂，因为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好，这首歌叫做 Best Shot， 就是我会用尽我，虽然我这个他的歌的意思在讲说，虽然我这个人可能对你来说没有那么完美，然后你在我眼中是很完美的一个形象，但是虽然我没有那么完美，但是我可以用尽我能够给予你的一切，然后尽力的去成全你，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我就从来没有这么紧张，因为要唱英文歌，唱自己的歌都没这么紧张。但这首歌叫做《Best Shot》，送给大家。
这首英文歌送给大家。这场现场外国人有吗？现场有没有？真的有哦。那我不知道，哦，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我的英文呢？台湾人的英文。好，那接着下来，下一首歌呢？